心有这点精灵，化开咱这条心气，顺着安静的心意，咱只有照听，无娘也当顺着我的心，行出来这么啊明，拢是出咱的原生。最主一条安静的天理，顺入来，我即马即个心气，转会清啊！这才是咱的心。我有见到一点灵性，这是咱度化凡世间的理。我显明行出来的心开啊！拢是稳定一条灵性，配合老母啊这条本性，灵魂伊是现世用的，我转的是正天意，落地顺啊，这么啊明细，拢是这个细节，咱爱有清楚这个脑神。化开啊，咱的灵性，这是咱沟通，嘛是咱转化、教化、灵源的灵性，浮在咱即马这个心瞬间啦，现到清净的天理，转到顺母啊的心，拢是安住。这条灵魂无形，伊的显明是咱一点气通心。你有这么顺的灵性，我爱是行入来的清净，是咱元天这点理，灵源伊的灵性，爱咱转的是天命啦。顺着元天的命，咱爱现的顺，只是咱只有用清净、无形界的心意，倒转来咱元天这条灵性，是咱以清净恢复天元，无啊爱咱会当修圆。转伫咱即个心啊，归咱的原形，无让啊一点灵通精啊，这是传达的灵性，接受啊天庭，灵魂回了现世面，最主啊，这是咱的灵气，行出来，这是咱的心。顺着天元的灵性，来到清净的本性。我有一点清楚的天，带后咱行的这条心，是咱主要这个灵性，是咱定发先天性灵源的灵气。是咱显明家己，我爱是一点灵性，这是咱清净的天理，转入到咱这么啊顺的心呐。咱爱是家己的心会清，浮出到咱的元神来转，这是咱现世的灵气。神啊，行的这条本性啊，拢是原来的性质。我才有母娘啊，这条灵魂，予我顺伊的心。这是相通，咱接一明这条原性。
上苍的灵魂，转入到咱即马即个精神中，我回出到天元本性，转入到我即条顺家，即个是咱的本能，倒转来回母亲，咱爱是相接，有元天即条魂的妈妈，是咱最主。这个灵气是咱来讲到家己顺心灵源恢复是天意，接灵转开则是道心。咱愿天一点意，最主啊，则是归咱的心。有咱这条灵源的天理，咱行的是顺家。这是咱显露在世，咱这条魂，将着这个天性，我的魂啊，归咱的母娘啊，我才有这么清楚这个神的气力，拢是顺入来这条灵性，在妈妈这个心中，随着通灵。这点气，我走向先天的顺势，是以原形一条灵性，金宝啊来做主，真发天意顺天理，走出着现世咱的心，我有无形一点灵性，来找出着先天。这粒无缘，拢是现世界的心，开咱原来这个性质，这个性根，这是咱咧讲的道性、道根，恢复咱永远拢是这么精明，是咱道家的灵气，接伫咱的源头，咱的源神。自在的，对着清界这个天理，我只有一种凡世间的心，灵源天意顺不行，拍通安置上天神，是咱以清净这点灵魂，无形伊的显明，只有咱来讲着清。我有愿天这点理，转到清净这条心，这是原来的灵气，走出着这么啊顺的心，有咱母娘的天意，转入着归元现世心，是顺着金母啊的本性。我爱是照着天，拢是显露我即马即个心，直通原来即个母，即就是咱咧讲的天意，入伫我即马精神内底，拢是即个魂来做主，找着咱原来迄个天真。这是咱母娘的灵气，进入啊我这条神啊，灵魂的天界，行出着正法神在啊，无形的法性，生伫咱这呢稳的天灵，阿母啊有这条元天的心，这是咱显露。的灵气转过来，咱的心神无形伊的发生。即马我只有讲通，回咱原来这个本性，转入到现主时，我的心来做主。这是咱显露清净的天意，落架伫咱即马。这个口语，
导咱顺查的心性，显露啊清咱的心，无形的天地接受啊，阿母啊这条心，我有正法路径，这是咱顺家的天意，派咱行的顺利啊，拢是这个道理，甲咱心内理啊相通，这就是咱共条线，嘛是咱真心、共心、天心一心，皆是用心咧讲话啊，咱才有遮尼清楚的内明。拢是行出母娘啊，这个灵气，直使我这条心的，这是唔免阁转站的。我直通母娘啊，这条灵性显露在世间啊，我讲的清净啊，灵源显露是正法界，通达无形是正心。咱有这条灵珠，我再来讲道法，我的清净显露正理是天界，无形转倒转来是自在。这口气呀，咱甲母娘是相共的，这才是咱讲通灵这个天意。咱这条灵珠修持啦。灵魂本性回得来，清口全体金无心。咱有落家现世明，度咱一点气通心，是咱灵魂一点灵性，来到着清界才会神，是咱对无形界，咱会当讲是清的。永永远远的，咱再用着神这个名字来伫遮做一个啊名称，做一个啊标本，是元天这个本性，是我这世人这个色身内底这个气啊，会当讲通甲圆圆，无气无强，这就是咱回到的灵性。对着现代，我这个心嘛，看甲老母食，是元灵，这个天意，是金金金，老母啊，这条心，互我来转，互我来传，传出着我个人的心，接受着天阿母啊这条灵啊，这是咱原来。一灵性，大道中啊，咱的清净，灵源显露是正天理，派咱行的是路心。我有这尼啊顺一灵性，再来讲显露这尼啊明，是咱看的清天理，是咱倒转顺天意。无啊，再来讲儒家。咱现主持，这是接甲肉酸酸，代表母娘的圣意。但是我即卖咧学，是我家己的心意，这个意念恢复天意，这点性，咱爱归元老母啊，这条灵，这是咱顺家的天理。心灵啊，见我今啊，这个灵性，内底，这才是咱顺家，行出着在世间，咱的心，是咱顺着无形这条灵气，行向升天入境中，恢复这点灵气，我要甲切入来，要甲换。咱现主持这个真意，
大母传灵做基，上苍来到正天神，转来定法无形神，灵魂有落定天理，开源转过来心静圆，是咱恢复清净这个天意，上界源头未开始，这就是咱咧讲的通灵，未发未生，以前以前，这种真理，抛开原来这个本性，顺咱无律，律就是规矩，律就是顺序。咱只有定律，安尼来讲，安尼来做，这才会当行到未生以前相共这个信义。母啊，派我落家做基生，做基妻，大母娘料理，大母娘传话，接咱先天这股元气。这是咱出原体，阿母啊一直疼，我即马这个心，这点性，是咱原始的天意。金表娘娘啊，一路心啦，现路是正法界，开灵是道天意，接受顺解性。天元开你转天性，母娘顺家现一清，行出到路灵，咱的天意呀，清净五在顺天理，行向这点神的意呀，是咱无形正觉界，是咱照体顺心在啦，灵魂的天意。咱只有显明顺家的心，有咱这条清楚的天，咱再来讲顺家，落咱的母心，这是咱母娘的灵性，嘛是一世人咱的清净。母啊，只有用咧心内底这种真境。入到老母啊，这个元神关掉掉，过掉掉，自在的心，这是咱一世人，咱会当主观自在，咱这个心意表态母娘来嫁己嫁囝，这是相通咱的灵性，嘛是咱现主时相应。拢是要倒转来母娘这粒真性内底，就是咱的精子，咱这个原精生出着咱这个精子，这是出咱的天意，正阳能量啊，咱这个量度，今仔要讲咱个人的分量。所以讲，我尽着母娘，互我来传，我照着实际，这世人我会当通，顺着正法，老母啊，这个圣意，这是价值人生啦，无法度去估计这种神圣的高贵，因为这会当导咱人，这个魂倒转来归位啊，倒转来无生这个大环境。拢是顺着天性，离苦啊！咱才有这尼啊明，这尼啊净。这就是咱来到这个六道顶端，四圣地、四圣道，咱的原性啊，要紧啊！所以讲苦集灭道，你要离这个苦，你要来到清净涅槃。只有用道理来教化的，安尼才会当入清净。神啊，你才会当来采，互你这条心性，互你这条心路归天庭。
顺着咱的内定，要来讲到清净母娘啊，伊的本性，这个法是自然明的，天理的灵性，来到化。今仔日化只有变换，我用着先天来教化我后天，我后天进步会入来，所以讲我用后天的话来代表先天，咱的接受，这就是咱清楚的天理，照着咱老母顺言顺意表明。世间修行啊，只有照天，予咱这种正当啊的心，活伫咱这个身躯诶，来牵你，来助咱，咱会当得到无形这条灵性，大空啊，这尊神的活力，这就是咱取得母娘的甘露灵水。是咱行的清咱的体，一世人咱只有用魂进入到咱的天，咱叫做灵体灵性，是元灵这个天地，是我要占印啊，我落下这个心意，只有花，花就是你甲我做伙，伫咱即卖咧讲话当中。嘛是检讨，嘛是讨论。所以咱讲理干思会，就是咧检讨咧讨论，唔对的，甲做好；对的，咱继续搁行。这叫做推展推动，是咱要引导咱这条灵的韵律。咱爱是照实做。我才会当行出着清清楚楚，脑海神呐、啊、浮，定海间嘛有甲咱即嘛这个规格，这个温度，这就是咱回到这个天地，要行向咱现主时的心顺天呀、啊，这个道法是咱无形，但是我即嘛有这个心嘛，这个测量啊。这个温度计啊，这就是咱的度数。我爱是清楚这点灵气，会当归空，这就是定法咱的灵性，个人会当测到的，是咱主宰这个灵性，是一世人咱要讲的顺妙。天元本意正灵机，度化世间顺天理，灵山普照世间明，转回老母心如镜，在世献开则是灵性，世情本神啊，则是天神啊，拢是注定咱这条灵魂，世间爱行的会顺。上苍伊个法界，只有生出着咱个正法自在，是咱这点灵魂灵性转过着无形这条灵性个，这是咱通灵，通就是相共，安尼咱才会当照着咱即马这个度数、这个温度计达到标准。现主是咱的心气，咱的气候来生出着咱的心量，这个好无？是顺着正法正天理，是我要行入着虚空，虚空伊都空空啊，但是伊是咱无看到、无发生，一定伫遮，毋是无物件。是时阵无到，这粒良果还未成，啊，这就是咱的进度啊。显露是上天神，爱咱看的无形情啊，
天理开路是灵性，贪婪做主是天性，无形伊个天元，这是咱见某啊的心跳。咱照原来这个本性，行出来这条本领，是咱原始这点理，引着咱这么顺的心意呀。青天落下正天灵，顺咱母娘回正，洗净原来咱的本性，复回原状，咱的清净啊。这是咱当下行入到咱即马这个心，顺着老母啊这条灵的状况，天元只有照义，凡世间只有练习，这是咱道家的灵性。一口气啊，咱向天来做主啊！真愿天意顺道变，行来转是道心。有咱这条青天的本意，有老母啊来讲顺家道心。天元道家是灵性，转咱顺母是天灵，恢复正法这点气，带予咱见母这条心。这是咱取到原来的灵性，顺家咱一条心，阿母啊爱咱路定，伫咱这点灵源的灵性。刻出着先天这粒完整，母娘啊爱咱是顺意，行出着这世人，咱路灵，这是咱的魂。阿母啊，予我会稳，我只有靠这个魂，一点点啊成了呢。但是我会当变，我会当练会成啊。这世间呐，咱的立志。就是咱的心智，咱的志向，这就是我的力啦。我转会出来，心内底啊，这粒原子、原形，是顺着这个灵性，顺着我这粒心，空空，我才有原来这个正阳，就是消耗这个能量，让我直接用袂尽。这就是大道理，大环境，大自然。我这个心恢复咱原来看无迄个大法啊，是咱以这条正法正理增加我这个心意，拢是无形这粒心增长啊，我在世间的顺气，是我即马练出着。无形界伊会当转化，伊会当净化，因为净化气化神，入咱莲珠时，这个脑中去，这就是我随着净化净理，要引着我在世间这条神伊的性质啦，是咱行的个人的愿，个人的志向。上苍的天意，一粒心嘛显会开，净出着这尼啊顺的天性，爱咱转的无形清丽，天开元老是灵性，带予咱敬母是天命，传达原来即尊，这是咱老母啊伊的本性，生咱在世间。这个小心，顺着应母这点气，来到清净这个天，归咱原来这个母神，这是咱见灵这点灵性，灵体啊，伊复清，天清的嘛，咱即马心是清的嘛，是咱以咱的天性，行出着无形。
恢复咱即马即个灵一神啊，这是咱原来的定性。入到清净中，咱的本性是咱即马有一个主线。阿母啊，用着灵性，看我在世间这条灵见咱的青天，是伫西道顶啊。咱无白条路，万免休困，因为咱这条果，咱这个油爸爸，这就是咱度咱家己。你会当以自重，这才是咱原来的天理。你会当切出来，咱见天，是咱原始这条灵性大虚空，咱这条灵魂。入伫咱现住时的母娘啊，这个母气内底啊，这就是传法咱的灵性，对着咱的灵的教育，找出着灵性这个空间，咱才有这么啊明这个时间，是咱今生今世，伫咱这个这世人。我就要集中啊！伫今仔日这个分秒，我就要定型啊！这是咱随着通灵的天理，化开精灵这个心，是咱一点清楚的天，拍开我老家顺咱母娘的心，转回啊这条灵性，这是我会当讲的天理。调整在世间，我这个精神，无形啊，拍开我即马这条灵，伊会清净啊。只有阿母啊的内心来源，这个资料呢，这个资料库是老母啊所设的。我只有渐印渐照，我凡世间伫遮咧运用。这就是咱通灵这个天理，要甲伊行，老母啊，这个实意，转来回母是天性，接受天缘则是本性。母娘爱我啊，见清净，一世人咱要行的是通咱的心，平平平，无关无忌。是咱这条正觉的天意，找出着原宗的原来这种金刚明、金刚心，这是永永远远。咱随着通灵，金母娘娘伊这个平静，无艰苦，无动差，这才是咱讲的通天本意。接受咱归元这个母心，上苍的天意，走向一世人的心。我爱是正觉正天神，派咱道家这么啊顺势，显露这是天性，金宝啊转落来，这是天命，是咱回到一点灵性。是这世人，咱咧讲的清净，灵源恢复正天理，采用着金母这条心，这是咱见母啊这条灵性恢复，这是咱的天意。上苍啊，伊这是顺天，母啊爱咱处元灵的本性，咱再来行。有稳的天神，这是原来的灵气。这世我修持过条条，我唔甘离开着母线，这个磁场是咱要行正中，我要行边缘、边缘。这就是咱咧讲的通天一点灵性。世间讲爱行正门，莫行边啊门。或者偏门，
这就是我顺着这个心，这条神也出入无形界，爱咱行的是正当中门，开中门迎接上大礼，拢是显露我的心意。来到无形这个大空内底，我只有照着实在话，表明我内意，接受着金宝这条本性一真，是咱正法正天理，要离开着咱现主时这个心，我才会当悟到当来无形界，咱的神啊，这么自在啊，是咱以清净这个天理，是咱要行虚空这个净修的法门啊，这就是咱人人咧找的。你要进入到咱这祖师爷所留落来的结义事故，这就是咱要讲进步进展的好话。要让咱直塞入来咱这条心，行会倒转来老母这个原体，度咱一点灵性。咱爱是这个完成，大吉大利。大结果，咱的品行，咱的个性，这就是咱顺着母娘的心性，咱个人的兴趣，行出来着咱现主时的滋味，要体，足重要的，这就是咱的原体。顺着这点灵性，要掠到转来法界度灵，一点正天。一点意，大母来讲出定，是咱这条正觉的天性，是咱引导。今仔道就是道啊，所以今仔我要讲的是清净这点灵性，顺驾我现主时这个现境，是咱行出到清空这个天意，无形啊。见咱老母啊，这条心，上苍若有照天意，母娘牵囝，顺境天啊。这是咱原来的灵性，咱生出着老母这个本性呐、啊。天开元神落天地，灵光射出母娘意，开元正明是天元。顺驾母啊，这条心显明落来正天理，上苍恢复清净气，灵源奉天落本性，接回天上母娘亲，是咱这条清净的天意，是咱这个魂落母娘啊，这个心内底，归咱有稳这点气。回咱道家这条心内底，咱才有家己的心，上苍给咱这个气入境，在咱即马咧讲的一秒钟，就当下我咧讲的话，就成啊。这个道理，我要甲伊讲互伊明，会当甲母娘相共，成，无第二样。这就是咱咧讲的通灵合作会，咱的清安。今日当感觉我咧讲的足轻松咧，安定，我袂走转，袂变形，袂乌白讲。这就是咱转入到清净中啊，老母啊，伊这条原始，互我看咧，我照安尼行。照安尼转弯世界，顺，上苍的天意，只有咱抓定。我即下要讲的话语，就是内底咱的内意含义。真法天理落法界，增长在世本心，锻炼原来这个无性，传达顺家咱的心性。是咱向着清净这个天，
伫赛道转来，我即马即个心意，即就是咱原来母娘嘛，予我诶。要讲较到，就是天意、大自然咧，牵我即条灵做基。要代表天来讲话，当然你要训练，甲你现住会当成样成本。通灵就是要倒转来咱诶个性。要了解先天啊，老母这粒原型，转过着咱的心，会平静，没有起风浪。这就是咱顺着一点灵性，世间要讲的清净发心。今咱爱是这个发心嘛，所以讲母娘嘛，用着真心的话，用着真法定条条。所以讲，咱只有讲定心，无胡白讲的，无乱撞的，这就是咱修通。咱要讲甲灵的合一，青天母娘现世形，转咱归元这条心，灵元灵性现世界，集中这条虚空，这就是咱道界天理。咱要通窍，咱要行出着这个空空，这空同一空，亲像咱的过半空，这就是咱道界天理。咱这个身躯哪敢那一座山呢？但是咱有夜空啊，咱有这个通道啊，这就是咱回母的天性。心空空啊，你才会当见大自然。这个好空气，好心境，上苍的天意，定咱看出来落心。我爱是一点清澈的天灵，教我这个心啊，这么啊稳定。咱拢是心咧搞怪嘛，咧作孽啦。所以讲，我今仔日学着母娘的静心。的精神，我才有原体关注，这是我儒家这个灵性，是我要来学道这条灵性啊。真理显露是灵性，开源转的是天命，落在我现住时，则是我的心，幻化见母定如性。开源在世显光明，顺咱天意这点性，转过着咱的心，奉天意啊！咱只有照天予咱的信息，顺着原体咱的灵性，掠着在世间咱这个心爱的气定，这就是咱的讲道法、道力、道根。伊是永永远远，伊是静悄悄的，这就是咱咧讲的天理。咱的律动，咱的律静，已经合作伙啊。大动，伊是静的，静的，咱就看有啊。这就是咱在世，咱要倒转来原天，这个灵性，咱的天动地静。合一体啦，顺咱一点灵气，最火呀，则是路线。行出来，咱这个心的路线透得，这就是咱的率得，因为天命嘛，就是咱的路线。这是顺甲咱的天意，一粒心的公平，显露是正觉心。行出来，则是天灵；回到倒来，则是咱的心性啊，是咱如来真性，是咱浮出来清净。阿母啊，爱我内定。今日做人只有用心想得到，咱才有先天这个空灵，来入到母娘这个心气啊。拢是气，
今仔日我随着这个身躯的体力，食米的气，我倒转来，咱大家咧共用这个空气，是我即马这个脑神恢复咱原来迄个元气，养着我这条清澈的天，咱讲做神。拢是这条灵性，拢是大虚空生咱这种感应。世间就是讲叫做量能量智，有诶讲叫做大智慧。这个光照遍着你我诶心，这就是咱讲诶通灵天元，伫咱内底明诶暗诶，化为咱现主时诶心境。永永远远拢是这么明明性的、明理的，是咱带有这个技术，是咱一世人照天，这就是咱增加咱的原来，咱讲叫做智觉，是咱回到这点灵性，传达到咱无形的瞬间，真理是天发性。转咱道家是天性，无形恢复，这则是咱的天意啊！是咱这颗心的中央，悟出着无形界，咱的路定，是咱只嘛定恰恰这颗种子，咱才会当完成咱这世人咧讲的咱的学习，咱的练习。是咱要互伊成，成着咱原来迄个真意真味。只有靠这颗心塞入来，咱才会当恢复咱真正良性。这就是咱见原体，母啊，爱互咱顺这条心，入伫咱即马即个内定，心明见来上天行。最主啊！这是咱这颗心，上苍有落现世界，接受到回报这个灵性，这是咱正天的本意。随着咱母娘这个愿，真理本灵回天国，教咱转灵上天者，灵元灵性是天意，恢复到本源。路定，这是咱传法的灵性。这世人，咱用着光，用着明，用着正，这条路，这就是咱心内底要做主的，要传到咱老母看无的这个空，是咱这条清澈的天，恢复我这尊无形界的心。天元有咱母娘去，定来做主先天性，一点灵魂的灵气，掠定在世咱的心，这拢是清咱的天。阿婆啊来讲，咱这条神，有咱一条正法正天命，拢是咱在世这个核心。就是咱的生命，咱伫遮咧运作，伫遮咧教化，伫遮咧振动，动到尾啊，咱就静会落啊，因为你愿嘛，你会当配合嘛，咱这个心复杂，倒转来咱本来这种清盈这个所在啊，是咱世一人啊，咱才倒转来原真，恢复咱的本因。咱的天灵，这是咱正法的天理。一个人探讨顺到咱这么明，就是知道，知影我这世人要安怎做，这是青天的本意。我点醒咱灵光这条本性，化开着咱原来每一个心，这就是咱回母的灵性。咱行的，清家己的心涌落来，
是咱真心的，咱才会当行这条灵魂。母娘啊，伊会当顺甲这么清。这世人，我只有入境，我才知影这个内境外境。这就是咱咧讲的天理，这个心境化会开，是咱行的这个天性，是咱这条清楚的本性，灵源现世定灵气，转咱道家顺天理，无形这条天性，是咱恢复清净，清净就无界啊。哪有这个界？所以咱爱是永远的天，永远这个光是这么闪艳，这么灿烂。这就是我老家的灵性，一口气我会当生大自然，这个无限，这个元神，转咱一条正天意，普照先天是道心。今仔我爱心内底，这个性质相通，但是爱靠咱即马咧讲的话文字来印啊，我才有这个进行式啊。这就是咱矛盾，但是咱今仔是用心转回咱的本性啊，是咱人性原天这个母性入侵到咱老母伊这个精气啊。是咱在世间，咱就会晓啊。我爱是先天这个气力，啊，这才是无穷尽的，永远袂断的。回到清净的天，咱只有走入无形界心，打通我一世人这条灵，显露是清法界。我照母娘的实在。我会当安尼做，安尼传，这种功能，这是特色。我一世人要化甲到，做甲到，学甲透，上苍的灵性，爱咱一种考验经过，咱才有这条无形的力量，增强咱在世间你化的平静。这是咱。道家的天理，这粒虚空啊，顺我这个心来做主啊。上苍伊的天性，只有掀开咱的障碍，这个债务，是咱原始这点气，是咱即马行的顺时啊，无疑无杂，你会当讲是直动的，这就是祖传。直达咱咧讲的天顶，是咱顺着这点气，要代表咱在世间咧讲的，咱现主是一心，这个主宰啊，这个主张啊，这个主力啊，咱会当甲母娘是相通啊，这个性质，这就是咱的品格。做人要有人格，做神啊要有一个规格。今仔我照着神的规矩，定条条啊！我现主是的分寸，这就是咱咧讲的天理。咱行的顺界圣意，天元本意正天性，转咱一点落天界，现咱顺头无形心。这是咱直通这个天理，个人的脑神。这个本性，我爱是通天这条路，现开到无形，我的灵感，这个觉知，这是咱直通我这条魂的，我的神主，今日若倒转去，拢个神主牌啊，要叫你的名，是咱即马元天老母真正品牌。这就是咱即马这个神的这个牌，是我要来讲到无形界。这个牌，我要整到虚空啊，唔免阁排列，嘛免阁组合，
嘛毋过经过咱遮个王个心门，即就是咱家己会当观察，咱真理中啊，找出着咱个元神，你倒当个座位，即就是咱转达咱个灵性，以后咱要行个神个圣路，献开则是天意，无形采用则是咱个心。行出着这条灵魂的献开，我爱是实实在在，现主时我就会当见到大飞空。无形界这个天理，度我这条神啊来做证。今日爱是证明，所以讲我要讲的是天意，无形界落架，我顺这个天，灵源天意顺不行。开源转咱现世灵，普上天意，咱的天源来到真理老母这粒原性。好啊！
哎呀啦喔一哩喔一哩哎呀喔一哩喔一哎呀一哩哎呀啦喔哎呀哩喔哎呀哩哎呀喔哎呀哩哩喔哎呀哩喔喔耶耶耶哎呀喔哎呀哩喔啊啊啊喔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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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哎呀啦喔哎呀哩喔哎呀耶耶喔耶耶喔哎呀耶耶喔啊啊喔哎呀哩喔哎呀喔哎呀哩耶耶喔啊喔哎呀哩喔耶喔哎呀喔哎呀哩喔耶哎呀喔啊喔喔啊喔哎呀哩耶喔哎呀喔哎呀哩哩喔哎呀哩喔哎呀喔哎呀哩哩喔哎呀哩喔耶喔耶喔喔耶耶啊啊喔啊啊啊啊耶耶耶